我唱歌的时候尽情的唱，你接纳多少我不知道，你与多少情感硬核我不知道。泰国清迈，闻名世界的旅游胜地，一个宁静而美丽的地方。1995年5月8号黄昏，在清迈市的梅宾酒店内，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喊着：“妈妈，妈妈。”酒店的服务员对一个女子进行急救，一面找来车辆，用尽可能快的速度把她送到当地的兰姆医院。接诊的医生是 Dr. Smith， 这是半年来他第二次救治这个女子。同样的病症，同样的病人，但这一次苏密医生已经无力回天了。在开具死亡证件的时候，苏密医生才知道，这个叫做 Teresa 的病人，她的中文名字叫邓丽君。享誉华人世界的一代歌后邓丽君就这样乘风归去，年仅42岁。她过世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Don't touch the body, no operation, just keep her in the cool storage for tonight. 不要碰遗体，不要解剖，今晚就把它放在冷藏室。这份文件签署日期是1995年5月8号，签署人 Stephen Bird。 这是清迈兰姆医院出具的需要家属签字同意的实施麻醉及手术授权书。签字的人 Stephen Bird 就是邓丽君的法国男朋友，他是在邓丽君过世后几个小时才赶到的。他的表示很明确，不能动刀子。我手里还有一份邓丽君死亡证明的影印件，就是这个。这上面写的都是泰文，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就是邓丽君名字的泰文注音。我们来看一段影像资料，这是邓丽君去世的时候媒体拍摄的画面。保罗姗姗来迟，而各路记者却早就闻风而至。他们当然不是来缅怀邓丽君的，而是来抢新闻的。记者的报道大战使原本哀伤的谢幕变成一场猎奇的闹剧。有的媒体把邓丽君的遗体毫不掩饰地播放出来，还有的把她的遗容做成特写镜头发表。这里面有些画面显然对逝者不够尊重，自然引起不少观众，尤其是邓丽君家人的强烈不满。但是也正是由于这样无遮无拦的近距离拍摄，才让那些眼尖的记者发现了疑点。遗体颈部和额头的红色痕迹，左耳下方的针孔斑点，让邓丽君的死因变得扑朔迷离。难道邓丽君的死后面真的有什么罪恶和阴谋吗？是自杀，是谋杀，还是暗杀？档案正在揭秘。有人说邓丽君遗体左侧颈部到额头有红色痕迹，左耳朵到脖子之间有一些针孔痕迹和红色斑点，于是有的媒体就开始质疑邓丽君真正的死因：自杀、暗杀、吸毒、谋杀，种种说法开始出笼。难道邓丽君的死后面真的有什么罪恶和阴谋吗？而保罗拒绝遗体解剖的声明也有点让人怀疑，他这么做就仅仅是为了保护遗体不受伤害吗？媒体捕风捉影，外边有了各种各样的传说。面对这样的局面，兰姆医院不得不在5月11号召开记者会说明情况。照片上这位就是 Dr. Smith 苏密医生，他明确表示没有卷入犯罪的可能性，100%是因为支气管气喘发作导致肺功能衰竭。气喘也就是我们大陆通常说的哮喘病 asthma， 邓丽君的确有过哮喘病史，
而左耳朵下面的针孔和红色斑点是为了保存遗体注射福尔马林留下的痕迹。至于面部的淤伤，那应该是气喘发作的时候摔倒了跌伤的。院方的回答似乎不能让记者满意，于是他们寄希望于邓丽君的家属，希望他们会同意进行遗体解剖以正视听。但是和邓丽君感情最深的弟弟邓长喜解释说，拒绝解剖是因为死因已经很清楚，想把姐姐完整的带回去。5月11号，邓丽君回到了家乡。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拍摄的影像资料。夜里10:30，太行636航班缓缓降落在台北桃园中正机场。邓长喜轻轻地说了一声：“姐姐，到家了。”客死他乡的邓丽君魂归故里。5月28号，在20万台湾民众和全球华人的目送之下，邓丽君长眠于台北金宝山云园。但是种种传闻让邓丽君的灵魂无法安息。有人说她是因为和男友吵起架来了，生气了才引发气喘去世的。还有的媒体根据她脸上的淤伤推测说，去世以前她和小男朋友动手了，打起来了。种种传说让人叹息啊，一代歌后遇人不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红遍亚洲的女歌后孤立无助，嘴里呼喊的依然是自己的母亲。邓丽君苍白的感情世界由此露出了冰山一角。很快她一生曲折的感情经历成了媒体追踪的热点。当全球的歌迷还沉浸在哀伤之中的时候，又一条爆炸性新闻新鲜出炉。1995年6月，有台湾媒体说邓丽君是台湾安全局第三处的人，当间谍当了快30年了。这个消息一出来，港台日本各路媒体竞相报道，又一轮媒体大战开始了。其中日本媒体显得尤其活跃，难道邓丽君真的是间谍？我们还是先来看看这个爆料的人，就是他，古正文。古正文原名郭同振，老牌军统特务。戴笠对他的评价是才堪大用，毛人凤的评价则是你比我还狠。到台湾后，古正文深得蒋介石倚重，有一段时间他直接受蒋介石领导。根据资料显示，古正文还是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爆炸的主谋之一。这样一个人出来指证邓丽君是间谍，他的分量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同时，这个人的背景又让人觉得他的政治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古正文说他是间谍，有什么证据吗？其实无非是邓丽君当年第一次申请离开台湾的时候，接受过台湾安全局第三处对他本人和家人的严格审查，签署过诸如要效忠党国、效忠台湾这样的文书。当时台湾正处于军事管制戒严时期，对出入境管理非常严格。那个时候任何人只要是进出台湾都必须接受安全部门的严格审查。如果说邓丽君是间谍的话，那么戒严期间凡是曾经离开过台湾的人都可以被看作是间谍，因为他们都接受过同样的审查，都签署过同样的文件。而且邓丽君第一次办理离开台湾的手续是在1968年夏天，那时候她多大呢？请看，她当时就这么大，15岁，还是个未成年的人。这样一个孩子可能是间谍吗？您自己判断。1967年，14岁的邓丽君正式出道。享誉盛名时，却有人突然指出邓丽君为台湾间谍，甚至还有善于推理的日本媒体说，找到了可以证明邓丽君是间谍的新证据，那就是她的葬礼。面对各路媒体的芸芸众口，真相到底如何？档案正在揭秘。
不管事实的真相怎么样，各路媒体拿到这种消息都如获至宝，而且肯定是大肆渲染。面对这种局面，邓丽君的长兄邓长富代表邓家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我们来看看声明里是怎么说的。独家报道杂志的采访报道文章是在没有对我们家属进行任何采访的基础上编写的，是对邓丽君本人的侮辱。作为同事记者的我本人为他感到羞耻。可是邓家的一纸声明哪里堵得住媒体的七嘴八舌呀，甚至还有善于推理的日本媒体说找到了可以证明邓丽君是间谍的新证据，那就是他的葬礼。邓丽君的葬礼可以说是规模空前，据说蒋介石去世以后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来看一下当时的情景。假如流水能回头，去你倒走。台湾党政军各方都为邓丽君颁发了荣誉奖章，宋楚瑜亲自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包括连战在内的政界要员和各界名流都出席了葬礼。自由自在自怜，我愿变作你，到处任你悠扬。假如流水换成我，也要泪流。不仅是台湾给了他高规格的葬礼，大陆方面对邓丽君的死也进行了非同寻常的报道。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影像资料。1995年5月10号，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的新闻里发布了邓丽君病逝的消息。邓丽君第一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但观众们看到的却是她的噩耗。1年4月，邓丽君和她的朋友一起到泰国清迈度假。5月8号下午，当朋友外出时，他的气喘病突然发作，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他的遗体在泰国冰存。据邓丽君的家人介绍，邓丽君从小就患有气喘病，十几岁时曾发作过，没想到这次发作却夺去了他的生命。我欲乘风归去，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这个就是当时大陆青年人里边流行的板砖录音机。当然我们这儿看到的是个高级版本的，只有极少数的发烧友才能得到。这个呢是升级版的了，它是收音录音放音三位一体的洋玩意儿，当时这些东西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不过这些都是硬件，最厉害的还是这个邓丽君的卡带，走俏的是他。很多人就是用了这样的设备，一盘一盘的翻录邓丽君的歌曲，乐此不疲。就是这个甜蜜蜜的声音，再扮上甜蜜蜜的形象，邓丽君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俘获了大陆亿万民众的心。1979年初，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邓丽君微风细雨般的声音浸润了亿万颗亢奋过后疲惫的心。这个声音就像邓丽君唱的那样，像细雨慢慢飘落大地，淋着我，淋着你，淋的世界充满诗意。1967年，14岁的邓丽君开始出道，很快她就成了台湾家喻户晓的娃娃歌后、天才少女。1971年，邓丽君与立丰唱片公司正式签约，成为她旗下的歌手。这家公司有东南亚的背景。很快，邓丽君就开始在公司的推动下，在东南亚各地巡回演唱。1971年2月24号下午，邓丽君在母亲的陪同下搭乘国泰班机飞到香港，开始了为期近一年的东南亚巡回演出。
他的足迹遍及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地。1972年6月，邓丽君歌迷俱乐部亲历之友会在香港成立。有一次在吉隆坡午夜花大酒楼登台表演的时候，有个歌迷他迷上了邓丽君，他把前三排的座位全给包了，请了自己的亲朋好友天天来听歌。这个歌迷他叫林振发，我们没能找到他的照片，他就是邓丽君的初恋。邓丽君当时迷上了骑马，而林振发呢正好是个不错的业余骑师，于是又经常陪着他骑马。林振发对他还真是体贴入微，邓丽君每次有应酬他总是在一旁陪着。当时有媒体说两人的感情突飞猛进，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还说邓丽君可能在3年内嫁到林家做媳妇。在与林振发交往期间，邓丽君与朱坚的关系也经常被媒体报道。朱坚是商界人士，据说有相当深厚的娱乐界背景，我们没能找到朱坚的照片。不过据说邓丽君刚刚出道的时候，朱坚给了他很多帮助，但是邓丽君和朱坚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当时并没有明确的说法。1972年6月16号，朱坚到台湾去接洽业务，特地绕到香港去看望邓丽君。邓丽君满心欢喜地去接飞机，可是他等来的不是朱坚，而是飞机在越南上空失事的噩耗。听到这个消息，邓丽君哭了整整3天3夜，一个星期都没法登台表演。1973年以后，邓丽君的事业重心转到了日本，林振发呢生意主要在新加坡，这样两人虽然保持联系，但是聚少离多，婚事呢也就搁下了。1978年的一天，正在高雄演唱的邓丽君收到一封紧急电报，上面写的林振发心脏病发，情况危急。邓丽君立刻搭乘班机直飞新加坡，结果刚上飞机就在报纸上看到了林振发的死讯。有媒体报道，林振发葬礼过后，邓丽君在密友的陪同下两次前往吉隆坡附近的墓园去祭拜，据说他伤心地哭倒在墓碑前，久久不能自已。据说每次演唱会，邓丽君一唱到这首 Goodbye My Love 就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逝去的恋人再也不可能再见，留下的只有无穷无尽的怀念。赴日本发展使邓丽君痛失恋人，但是也为她的歌唱事业带来了新的转机。日本一直是亚洲娱乐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在艺人培训方面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准。经过日本演艺圈磨练之后，邓丽君脱胎换骨，演唱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Goodbye, my love, 从此和你分离。我会永远永远爱你在心里，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我永远怀念你温柔的情，怀念你热红的心。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场风波给邓丽君的演艺事业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她本人也不得不暂时告别亚洲舞台。不过就像俗话说的那样，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同时为你打开一扇窗。在新的地方，邓丽君自己也没想到会有意外的收获，不过这是后话。1979年2月13日，台湾桃园中正机场，就在他在桃园机场办理手续的时候，他不知道在不远的地方有个神秘人一直在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风波因何而起，真相又是如何，档案正在揭秘。1979年2月13号，
邓丽君从香港飞到了台湾，落在桃园的中正机场。在入境的时候，她出示了一本印尼护照。为什么用印尼护照呢？因为当时台湾出入境管理很严格，一般出入境许可只能用一次，所以很麻烦。我们这里有一些不同的证件影印件，来看一下。这是一份护照影印件，是台湾的。这也是一份护照，签发国家是伯利兹 Passport Belize 中美洲的国家。这份我们看不太清楚，但是显然它不是台湾的证件。这份是台湾的多次出入境签证，这是1988年，这里已经有4个不同的证件了。从这几个证件上，我们都看到一个小小的秘密，名字不是邓丽君，而写的是丽云邓，邓丽云。可是她的印尼护照被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上边没有签证。办理签证是要事先申请的，而邓丽君是临时想起来的，因为这本印尼护照不是拿来进台湾的，而是为了进日本。就在她在桃园机场办理手续的时候，她不知道在不远的地方有个神秘人一直在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2月17号，邓丽君正准备前去新宿参加演出，这时候房间里突然涌进来一大群日本警察。邓丽君生平第一次被抓起来了。原来在桃园机场偷偷观察的那个神秘人是中国时报驻机场的记者。邓丽君返回香港之后，他马上向安检人员询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立刻向印尼驻台湾的商会询问印尼是不是给邓丽君发了护照。他得到的回答是没有。邓丽君到了日本第二天，中国时报发了一条消息，题目是歌星邓丽君昨晚游台赴东京，所持护照表明该人已入籍印尼。就是这条短短几百字的新闻拉开了假护照事件的序幕。台湾当局希望日本方面把邓丽君遣送回台，要处理他。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刚才说了，在桃园机场有个神秘人在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其实当时还有另一个人也在场，他也是个媒体人，叫程川康。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邓丽君小姐从香港搭了华航班机到来以后，她就找我，她说她想过境台北，然后今天到这。我为什么？她说因为华航那个班机可以买，华航临时没有飞机了，必须改到今天才有。今天有的话，她回香港又浪费时间，进去不很好吗？那我就去找到了证照查理人那个小组长，他一看了以后，哎呀，他糟糕，脸部护照都不行。他第一个印尼护照没有，为啥没签证？我不能放你进去。后来也知道了，给邓丽君护照的是一个印尼的高级官员。邓丽君这人呢、心地特别善良，出了这事儿，他不愿意把人家名字说出来，以免影响别人的声誉，把一切都自己扛着。2月23号上午，邓丽君已经被关了7天了。这时候，从雅加达发来一封加密电报，摆在了印尼驻日本大使的面前。我们来看看电报里都说些什么。查中国歌手邓丽君所持护照一事，经验证，确系我局于1978年所颁发，现予证实。电报虽然简单，却把7天来传得沸沸扬扬的假护照的事儿澄清了。日本移民当局根据这个电报，当天下午3点半就把关在拘留所的邓丽君放出来了。但日本方面却裁决说，邓丽君虽然没有伪造护照，可是他取得护照的途径不合法，因此把他驱逐出境，并且在1年之内不得再入境。假护照风波如果发生在今天的台湾，那只是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谈资吧。可在当时，台湾刚刚经历了从联合国退出、和美国断交等等这样的一系列事情，岛内弥漫着一股伤感的爱国情绪。
对本土认同这样的问题变得很敏感。而就在这个时候，大名鼎鼎的邓丽君入了印尼国籍，这还了得？她自然就成了发泄这种伤感情绪的靶子。邓丽君在事业上本来一直是一帆风顺的，突如其来的假护照风波让她很受打击。获释以后，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原因，她决定暂时不回台湾，她直接飞到了美国。到美国后，邓丽君打算借这个机会弥补14岁就因为唱歌而辍学的遗憾，重进学校门。这期间他还在美国和加拿大举办了几场个人演唱会。但是学习生活和演唱会的成功并没有完全冲淡假护照事件给他带来的苦闷。可是远在他乡的邓丽君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在这个时期，他的歌曲开始在中国大陆广泛流传。我那时候还在上大学，那时候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邓丽君的歌，怎么回事呢？就觉得一夜之间大街小巷都在唱邓丽君。就这样，邓丽君一夜之间有了无数的新歌迷，这事也让她开始渐渐淡忘了假护照带来的不愉快，同时也给她的后半生带来了新的期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邓丽君虽然人在美国，可是她从新闻里面看到了她的歌在大陆迷倒了一大片，那里可是上亿的听众和观众啊。从这个时候起，她就动了念头要去大陆去观光游览，甚至去演出。她就对媒体说过这样的话：我一定会去内地，我也愿意把我的歌唱给大陆同胞听。台湾方面却非常担心冷冻中的邓丽君真的会到内地去。蒋经国找到当时新闻局局长宋楚瑜，让他亲自出马劝说邓丽君放弃内地之行。邓丽君也答应了，表示不会为当局带来任何麻烦。1988年，大陆向邓丽君发出了邀请。我们这里有一份邀请函的影印件，来看一下。这是我们找到的官方机构向邓丽君发出的唯一的正式邀请函。1988年4月，中央电视台联合其他几家单位举办第四届海峡之声音乐会，邀请邓丽君赴北京参加公演及电视录像。但是很遗憾，邓丽君没有来。为什么呢？邓丽君既然自己想来大陆，大陆又正式发出了邀请，为什么还是没有来呢？一种可能就是来自台湾当局的压力，另一种可能是，据邓丽君的朋友说，邓丽君对到内地参加演出非常感兴趣，她自己还制定了详细的演出计划。但问题是，当时邓丽君一个人在香港其实很孤独，基本上不参加什么活动，她没有自己的公司，甚至连经纪人都没有，所以演出的准备工作就这样没能落实，后来这个计划也就拖了下来。第三种可能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封邀请函根本就没能送到邓丽君手上。虽然这次她没有能够成行，但是邓丽君并没有放弃到大陆演出的想法，而且大陆方面也在积极努力创造条件。但遗憾的是，直到1995年去世，邓丽君把自己的歌唱给大陆同胞听的愿望最终没能够实现。1987年、88年那时候经常有大陆的演出单位，包括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都来函邀请，而且他本身很向往大陆，因为从小受的教育，所以他一直想到大陆去探亲或者去观光，顺便呢办一场演唱会。其实到1992年，他那个时候又想说去大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帮他安排。我那时候我跟他跟那个法国男友三个人开车子到湾仔去办这个签证，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三个人在车上就吵了起来，下了车我就走了。从那之后也大家也没有人再提起来还要去大陆的事情。
总之，邓丽君遭受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前所未有的压力，她的选择是36计走为上。邓丽君必走美国期间，遇到了正在美国拍戏的成龙，两个身处异乡的年轻人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1979年9月，邓丽君专程从洛杉矶飞到旧金山去看成龙主演的电影。我们这儿有张两人拍的照片，成龙搂着邓丽君，两人看上去很幸福。当时有报道说，邓丽君的到来令成龙高兴得睁不开眼睛。两个人这么好，怎么又分手了呢？后来成龙这样说， Wrong timing， 时机不对。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这里有一段后来成龙在采访里提到这段往事，来看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会跟林凤娇在一起，不跟邓丽君在一起？就是兄弟，因为邓丽君是那种，她很怎么讲，高贵啊，就是很干净，很高贵，很怕吵，很近。我不是，我一吃饭三围啊，那三围他就看我。有时候我那兄弟那种讲话的，吵，很吵的那种，你能不能？但是林凤娇呢？他就会跟他们讲，喂，哈、啊、这兄弟们跟我讲，哎，邓丽君不好，这个一定是大嫂，这一个他多好啊，每天在讲的、那个，反正我跟邓丽君在一起的所有兄弟都走开的，也不倒茶，也不管他。但那个一来，那个林凤娇一来的，所有人啊，大嫂好，哎，又送饼干的，就是变成这样。说过两天来看这张照片是邓丽君出席公益演出《爱心献华东》的时候和成龙的合影。照片上我们看得见，邓丽君显得自信淡定，而成龙呢，反而显得有些腼腆。据说，只要和邓丽君在一起，成龙就没有了往日的大哥风采。或许，这才是两人分手的真正原因吧。成龙需要的是一个笼罩在自己光环下面的娇妻，而不是一位他需要仰视的女神。1989年，邓丽君参加香港亚视《烟花照万家》节目，在演唱《漫步人生路》的时候，成龙还上台献花，并送上轻轻的一吻。相隔10年再次见面，这一次是在舞台上，在千百个观众面前，两人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呢？我们来看看香港亚视的影像资料。这时候成龙已经成了华语影视界的大哥级人物，可是站在这个温柔的女人面前，他依然显得局促而腼腆。而邓丽君一笑过后，继续漫步人生路。就在他去世前的4天，邓丽君还从亲妹的酒店给成龙打过电话，可是这个电话成龙当时有事没接着。等成龙回电话的时候，邓丽君又正好外出了，真是阴差阳错，又是一个 wrong timing。 邓丽君给成龙打电话到底想说些什么，这个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这段经历邓丽君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谈到过，有谁能知道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他当时对爱情会有怎样的渴望。也没有人知道这段经历给邓丽君留下的除了美好的回忆之外，是不是也有些失落。1981年10月28日，邓丽君28年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然而天降美景却最终没能圆满。1982年底，邓丽君决定退婚，与郭宏成就此分手。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让邓丽君如此铭心刻骨？档案正在揭秘。也许成龙真的不适合邓丽君。很快，他的真命天子出现了。1980年底，
邓丽君与香格里拉集团董事长郭孔成结识了。在东南亚，郭家可是名门望族。不过难能可贵的是，郭孔成没有一般富家子弟的娇气和霸气，邓丽君看中的也正是这一点。以往在面对恋爱传闻的时候，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直到郭孔成出现之后，邓丽君才破天荒的第一次松了口，坦然的承认郭孔成是他唯一的真命天子。1981年10月28号，这一天也许是邓丽君28年人生中最圆满最幸福的一天了。当天晚上，他和郭孔成在香港的香格里拉酒店秘密举行了订婚仪式。郭孔成、邓丽君两人开始认真的挑选婚期，他们还特意回了一趟新加坡，和郭家长辈商量婚礼的细节。可谁也没想到，就是这次新加坡之行，让这段本来看上去美满的婚姻泡汤了。郭家的大家长郭氏老祖母突然提出了3个条件：一，要邓丽君以书面形式把以往的历史交代清楚；二，嫁到郭家之后立刻退出演艺圈；三，断绝和演艺圈所有朋友的来往。这样的条件对谁都是个侮辱，更不要说邓丽君这样的人了。他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以放弃自己的尊严为代价的婚姻，他怎么能够接受呢？1982年底，邓丽君决定退婚，与郭孔成就此分手。曾经的幸福已经成了过去，曾经的甜蜜也变成了苦涩。美满的婚姻对邓丽君来说似乎成了一个无法实现的梦。对于这段往事，邓丽君的哥哥邓长富曾经对媒体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来听一下。本性上我感觉到他还是蛮传统的，但也认为这个女人嘛，啊，总是要结婚生子进入家庭，这个在他的想法里面是一直都有。即使在他过世前，我们有在通电话的时候也都会谈到这个，我们也都是很祝福他的感情啊，都希望有一个归宿。和郭孔成的一段感情落到这么一个结局，邓丽君很受伤害，从此以后她不再敢轻易涉入感情，把全副精力都投到了歌唱事业中去。可是越是这么做，越证明这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她很难忘记。忘记他，多年以后，邓丽君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把这些年经历过的9段爱情从头梳理了一遍。她坦言，这里面有3次是刻骨铭心的：一是初恋，二是成龙，三是国家公子。不过邓丽君自己都没想到，就在她的婚事触礁之后，她的事业却进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1983年2月，邓丽君推出了改编自唐诗宋词的经典专辑《淡淡幽情》。这张专辑散发着至今无人企及的典雅风韵，他也把邓丽君的歌唱生涯推到了顶峰。这一年他30岁，也是踏入乐坛的第15个年头。12月29号，邓丽君以香港红磡体育馆为起点，举办15周年亚洲巡回演唱会。台北站的演唱会被命名为10亿个掌声。10亿个掌声，在华语歌坛只有邓丽君才配享此殊荣。过了没多久，香港一家媒体爆出了一条惊天秘闻：邓丽君与麦灵芝是同性恋。麦灵芝，香港女导演，个子很高，短发，眉宇间颇有几分英气。她和邓丽君经常一起购物，外出吃饭，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两人一同住在邓丽君的别墅里。就连好朋友林青霞对他们两人的关系都有点怀疑了。有一次，林青霞直截了当地问她是不是，邓丽君的回答很干脆，不是。麦灵芝和邓丽君在事业上是合作伙伴，生活上是好朋友。
麦灵芝为邓丽君拍摄音乐录影带，并负责推广到日本市场，而且两人私交也不错，所以走得比较近。但是对于记者的追问，邓丽君的态度是，你们要猜我也没办法。他说，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其他恋，只要两个人能够和睦相处，不要经常吵架，当事人有那种 feeling， 第三者就不应该干涉，也没必要批评。邓丽君越来越我行我素，她活开了。1990年，她和好朋友林青霞到了法国，在戛纳，这两个女子居然去裸泳了，嘿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对邓丽君最了解的莫过于她的亲人手足，我们来听一下她弟弟邓长喜是怎么说的。感觉到她比较在乎自己的感觉，那以前都会比较尊重别人希望他变成什么样子，但那个时候就慢慢他就是开始要自我，我认为我应该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就不太在乎别人的感觉，所以可能会比较自在一点。所以那时候去法国裸泳啊，跟林青霞，所以他比较去体验一些新的东西，新的生活方式。不过邓丽君最放得开的事儿，还要算她和保罗这段感情。如果没有遇见你，1990年后，邓丽君旅居法国，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在感情空白几乎七年之后，邓丽君结识了她最后的情人，比她小15岁的保罗。但是，对她这个法国男朋友，邓丽君的家人和歌迷们都不大能接受，觉得她配不上邓丽君。可是比起那些配得上她的大男人，只有这个法国小男人没有辜负她。具体的说，邓丽君生长在一个大家庭，她有三个哥哥一个弟弟，自己是唯一的女孩。虽然家里人都很疼爱她，可是家境不好，穷啊。很小他就开始登台表演，为家里挣外快，帮助家庭。到14岁那年，他干脆放弃了学业，专门从事表演。邓丽君过早地告别了童年，为了补偿这种未完成的童年，有的人会把自己变成孩子，有的人会把别人当成孩子。邓丽君就把保罗当成了孩子，据说他是相当的宠爱保罗，曾经花了200多万元来购买摄影器材，满足保罗的爱好。据说这些照片就是保罗给他拍的。虽然镜头的那一端就站着爱人保罗，可是邓丽君看起来却显得那么孤独，甚至还有些惆怅。1995年5月8号，一代歌后邓丽君在泰国清迈香消玉殒。虽然她在生前没有赢得一段属于自己的婚姻，但是她却赢得了11个掌声，赢得了全球华人的喜爱。在11个掌声演唱会上，邓丽君说了这样一段话：你到底是用什么方法让人家如此欣赏你的？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不过我是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好，今天我虽然是歌星，但是我唱歌的时候把我所有的感情，所有的 feeling 是都用我的歌声表达出来了。对，那么最内心的感受，不管是欢乐也好，寂寞也好，痛苦也好，我只是用歌声来表达。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错，忘不了你的好，忘不了雨中的伞，也忘不了冷风里的拥抱。忘不了
国一个几近衰败的小镇，却突然因为吸血鬼名扬天下。在西方有几百年历史的吸血鬼，如今已经变成了最美最有魅力的鬼。德古拉这个象征着神秘恐怖的名字，还象征着千年不死。为什么各种各样的吸血鬼故事今天仍吸引着人们？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吸血鬼存在吗？档案为你揭秘，吸血鬼真的只是传说吗？